森林学员那一战队兰格拉姆。就希望自己可以把中文歌唱给泰国人听，然后让泰国人喜欢，就是更喜欢中国，然后先来中国旅行和学习。谢谢大家之前给我投票，可以让我重返好声音，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帮我投票，然后可以让我在这个音乐路上可以走越来越远。谢谢。让我们有请朗格拉姆。谢谢。
谢谢，欢迎朗格拉姆来到我们的节目。哎呀，真的是见到本尊了。之前在我们哎，没事可以站近一点啊。好，对，我不会咬人的啊。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聊了很多次，然后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今年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看到你的表现，也在网上讨论你跟邓丽君的这些故事。我们今天既然来到我们重返好声音的舞台，我们也来求证一下之前的这些网上流传的发生在你身上跟邓丽君之间的一些比较奇妙的故事都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感觉，应该就是特别应该特别喜欢他，然后就是特别爱他，然后就是对，然后就唱他的歌，然后就走到他住过的地方，就感觉似曾相识，就哭出来了，强烈的一种亲切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有一阵冷风吹来的感觉。天气还小，空调呢？空调太满足了啊！但是你知道，我刚才听他的歌的时候，我有很长时间是闭着眼睛听。我真的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然你不要误会，这个毛骨悚然不是说不好，是真的，我觉得太好，声音太好，我们会误会，因为太像了。可是你知道，你闭着眼睛听，你有错过。我刚刚一直看着他，他不仅是歌声很像，你有没有发现他唱歌的一些细节，包括他的小动作？你不要骗人了，你那个角度难道看得到？我正要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人还是我，因为在我这个角度看，不仅是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表演。导演，换个位置好吗？这是黄金座位，非常的像，真的很像。谢谢，我已经忍不住好几次为他鼓掌。是，我觉得不只是像，其实朗格拉姆有自己的态度，然后他有自己音乐的一些主张，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他笑起来啊，在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更加的温暖一些的，是，对不对？刘星觉得怎么样？最主要的是朗格拉姆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啊。这个怎么有点害羞的感觉？对，你知道吧，我本来不打算提这一场，就准备过去了。而且人家头发还比你长呢，这你也要比吗？我真的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的。刚刚一看到他99年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电视里看，稍微的比较感觉有一些成熟，但当他从那个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可爱俏皮。我之前有唱过几首邓丽君比较偏门的歌，对，这样才能考验出他真正的了不了解邓丽君。是吧？我起开头，你唱几句，然后让我们的朗格拉姆接下去，好不好？看他对邓丽君的歌了不了解，特别是一些比较偏门的啊。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低声听唱，月下的花儿都如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哇，谢谢。你这个都偏到我这儿来了，我都会唱。再来一个，绝对你不会唱，绝对你不会唱。桃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对解笑眉，泪洒相思带。我跟你说，你闭起眼睛，真的感觉你在跟邓丽君对唱，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时光穿越就没有必要再唱了。像那个周董在张学的演唱会3D 投影全息技术，直接把邓丽君还原的感觉。对，下次就叫朗格拉姆去就好。你试想，你现在有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就你碰不到他，我们非常的开心。但是我想问一个，就是对于朗格拉姆来说比较俗的话题，可能是或者是不想听到的话题，因为大家都说。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选手，对你的表演和你的演唱都非常的单一，对，希望你有一些创新，那你自己怎么觉得呢？当然我也唱别的风格，但是没有在好声音上面。哦，是吗？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样其他的风格？ R&B 还有 Rap， 还有 Rap， 一点点，一点点啊，来一个邓丽君说唱，现在才有点毛骨悚然。好了，就是朗格拉姆自己，好吧，我们看看属于朗格拉姆自己的音乐。好，来，一二三，
If it was your boyfriend, I'd never let you go. I could take you back to show, never been before. Baby, take a chance, oh, never ever know. I got money on my hands, so little like a blow. Swag, swag, swag on you. Chilling body fire, what I even found you. I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 know about you. So I have a funny father, win free. Too swag. Woo! 谢谢。唱这一段没有没有有感觉到他是九九年的，对，真的很有活力是吗？拉姆马上变阿姆，谢谢突然一下子，你刚真的那样很帅气，真的吗？你以后应该跨界，你把邓丽君那些比较经典的歌，嗯，做一个改编，对对不对？对，哎、就是，真的，音乐其实有用，有用。是不是这个也让我们这个跨界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唱邓丽君的歌，因为我觉得就是想让我们现在的15、16岁的就是这样的年龄、因为如果是我们的同学，我的同学就感觉哦，邓丽君知道知道，就是甜蜜蜜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就是只知道一点点、然后他们对邓丽君的回忆没有那么深，没错、我觉得邓丽君这个风格就很有文化、因为在泰国很多人喜欢邓丽君，是、对，然后他也很爱去泰国那个玩嘛、对，然后就觉得也是国际就是交流，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个东西不可以丢，所以我愿意继续唱他的歌。说得太好了，音乐也是需要传承的，对，对，不管你是哪个年代，我觉得都要记住之前那些值得我们怀念的音乐，好吧？谢谢，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啦！我们现场50位大众评审听完了朗格拉姆的表演之后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无懈可击、无需隐藏的归零环节，准备好，3、2、1，请投票。啊，谢谢！哦，基本上每个人都把手举起来，真的太好了，48票，哇、谢谢，恭喜，谢谢，恭喜，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要出场的学员会是谁呢？向前时刻为。